大家好，我是爱调鸡的沈万基，有需要请私聊。你现在所看的是 Fortnite 战队对战 ESE， 主角是咆哮王战神 PX， 地图是 DOS2。 此时阵型是全 B， 快速奔向 B 去。来到近点先静步而行，不着急，先暗中观察。指挥要求转移一区，消息反馈一区人多又反馈。狗带身法勾引对方，最终打算进攻区，迅速上小道，时间有限，必须破平台。有人突然狗蛋手杀，同时身亡，立即补枪爆头，淡定点射再爆一人，警家回防不断单点，可惜没中。正想瞄准时，我闪现两发击毙。时间不多，赶紧放包。忽然老六闪现被杀身亡，还好 C4 已经安装。此时阵型两一三 B 收过路费，对方封烟先穿着混烟，此刻 B 区需要支援。突然狗带身亡，还好二狗补枪，祸不单行，二狗也阵亡。开镜瞄准 B 洞出口，闪现瞬间击杀，又退回一区，大事不妙，奶狗也归西。好在狗剩也击毙一人，进不摸进门。搜点是非常关键，来到一大小心平台的埋伏，屁探出开镜查看，闪现甩狙击杀，立即安装 C4 先一大包，先封烟井坡，退到小道，感觉对方已经回防，进不上前，黑影瞬间击毙，快如流星，一气呵成。此时阵型三一两，必收过路费。巨响双方一换一，再打个空枪。中路有情况，上前查看。开镜跳出锁定 B 下洞。此刻二狗也击毙一人，帮忙扔臭三。正想去门时，被奶狗劝退。帮忙锁定广场，掩护队友上小道，抛出配合闪，扔出 C4， 感觉门有人立即架枪，双方又一换一，队友已上平台，马上去门。不断小跳出来查看一大，走向广告台，同时开镜瞬间击杀，帮忙封烟井坡，又返回查看一门，最终来到一坑等待队友放包。C4 终于安装，
祸不单行，狗剩以驾鹤西去。不断晃动，避免被爆头。对方拿他没办法，还想退回甩狙击地。此时阵型全一开进，瞄准瞬间击杀，继续瞄准对方身法，勾引冲枪，直接穿门爆头，这非常离谱。准备雀门，立即瞄准此刻狗蛋身亡，开镜架枪瞄广场。平台要支援，立即抛出中门，分上小刀。祸不单行，二狗也阵亡，扔出一破欧四近点，有人迅速穿墙，抛出擦墙反弹，三百警加。此刻奶狗基地一人瞬间一副盲狙击杀下旗舰。